能够在此地与阁下重逢，实乃天意。在下与故主公孙瓒恩情已尽，决定离开其麾下，可否再次将勇气借给赵云？昔日主君已反目成敌，等不及了，前进。
各地纷争不息，背后恐怕存在暗中煽动之人。公孙瓒不过也是被这些丹药所蛊惑的其中一人。在下赵云，胸中已经有了新的志向。城门关照，后会有期。